打野确实挺可爱的，美国佬他在后面睡觉。打野是英国佬，我感觉是美国。我家里几只？目前四只。啊？ 我带的真的很重。其实感觉好像带那个不灭也可以打，带不灭然后带闪现必杀，也是不可以打。 克的初恋，嘿嘿嘿嘿！哦，那么多生命都将被我终结。哇！对面传送狗，我操！ 好恶心，这玩传送。学习。我所追寻的唯一瓶颈。 这压人真的有这么狠？还带着爆破，还行，其实那才无所谓。你的蓝迟早会打空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Enemy killing spree. 我是深渊，还是那个女人？
挺赚的，而且这个线还是回推，爽啊！我要打了莉莉娅一个闪，喂！俄洛伊说打野别来闪，俄洛伊要开课。 俄洛伊是无消耗狗，我操，这也能无消耗狗啊！太多狗了，我什么都没了，操！一回点燃狗，一回 TP 狗，啊，马上就是虚弱狗，别急啊，别急。应该是我的技能。哪那么多狗？喜欢我的连招吗？攒了波棍势，这不。OK， 他把技能交了，我们攒波棍势。 再一个中棍给他打死，还行。续一波中棍直接敲死，留下清一波线回家调戏。 这个都成，他没闪，但是有 TP， 所以这波出来我要干。点燃传送虚弱疾跑连体剑魔狗，这小丑五个头，他已经没了呀，出焚天了。 粉粉又天天，我这么猛。 你没大了，兄弟，你没大就没了。哇，有脚本啊！哎呦！ 妈的逼小丑，他妈你家下路都冒烟了还不去，还他妈的上路走来走去，好恶心！别急啊，别急，没事，无所谓，送他们一个吧，送他们一个吧，无所谓的，冥神无所谓的，这两个人在中路干嘛？ 大吵特吵，这小丑的执念好深啊！哎，跟你们讲话。
哎呦！ 喜欢我的虚弱吗，兄弟？听说你输出很高。 哈哈哈哈哈哈！刚刚那个是我，哼，还莉莉亚，霹雳亚，知道不？来送，喜欢送，这安禄山进长安，我弹完了就送。 碰一下1200，行吧行吧行吧，送你一个送你一个送你好了，就跟去菜市场买菜一样，送你根葱吧。他妈的这么痛啊！他妈一过来咔嚓一下死了，1200，哎呦，是我头的，这样受不了。哦，是。 小丑怎么还有沉默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买这个吧，买不假血不如买铜。我的点燃又好，喜欢我高贵的血。那个，给四个舅舅。那好像不太需要我，那小丑要过来。 我操，开了！拿下，兄弟们，大力博关注。